106年全大运台体大游泳队今日进账三金一银二铜，其中林世杰在公开男子组200公尺仰式拿下金牌，完成6连霸。其实是还可以啦，因为毕竟我去年年底接近年底的时候才开完刀恢复，然后到12月多接近一月的时候才开始恢复训练，所以其实有这个成绩应该是意料之内啦。所以虽然说应该可以再更好一点点，对，其实还 OK 的。第六水道台湾体大王庭之。另外在公开男子锦鲤之组100公尺蝶式，周伟良、王庭之抱回一银一铜，双双突破个人最佳秒数。这是抱着一个以收获训练的成果来比赛的心情。可以登上颁奖台这个事情，其实没有想太多，就是希望突破最佳就好，这样。台体大游泳队今日共拿回3金1银2铜，期盼接下来再传捷报，突破去年12金的好成绩。记者李彦云、蔡佳怡、马玉龙台北报道。